世界变万花，实在不简单。恒久的运动充满智慧意义，一上一落之间，速度力度配合身心的锻炼，高高低低起又跌，永恒的定律，转呀转呀转不停，绽放生命火光。一团火燃烧心窝，烧掉心中那迷惑，熊熊热火是能量，千岁百炼金刚，要经过错过。一团火燃烧心窝，冲破障碍不怯懦，自强不息成长，要突破青春岁月，由我来掌握。多年前，中国曾经出现过一个悠悠球手，他冷静、智慧、坚韧不拔，而且敢于面对挑战。他凭着东方一眼大方，最终击败了西方速度。自此之后，他不断努力，在世界大赛创下了骄人的成绩。从此，他成为了中国悠悠球坛的不败传说。在中国，每一个球手都希望能够超越他，而我，姚杰也不例外。今天，我和我的队友终于来到了最后的赛场。欢迎大家来到东亚邀请赛个人总决赛的现场。选手分别是暴雪队的山本太郎以及烈火队的姚杰。太好了，终于等到姚杰上场了。现在我宣布国际悠悠球东亚邀请赛个人组的决赛现在开始。姚杰在李飞之后是将东方一面打发发挥最好的人，但不要以为今天你就赢定了，我就是你的终结。山本，虽然你是超级防御高手，但我今天就是要让你知道，东方一面打法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无法超越的传奇。势凌厉，看来他是志在必得。雨雪凌风的攻击虽然是最锐利的矛，而我的曼陀罗却是最坚固的盾。
山本居然用声波攻击姚杰。想不到他的空转居然有这样的威力。知道厉害就好，你所谓的意念打法对我毫无作用。你以为我的意念打法就只有这种程度吗？姚杰，无论你的能量有多强，都破不了我的绝对防御。看来你已经江郎才尽了，就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东方意念打法。队长，叶双杰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们俩来晚了啊。你们怎么才来？我们刚才遇到几个其他国家的选手，所以就出来一起交流了一下。对对对，是我们一回宾馆的房间就看到叶双杰的留言，就马上赶过来了。你们到底知不知道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有多么重要？我不是说过一定要以最佳的状态来应战吗？队长，其实跟国外球手交流一下也没什么，再说越是最后关头越应该放松一下嘛。现在是放松的时候吗？你不要总是护着他们，记住这是国际大赛，不用我提醒你们吧。对了，我不是说过等姚杰赢了个人赛后请客的吗？快吃吧。好吃。好，去，这是我的。哎，对了，队长，其实你今天都已经赢了山本太郎了，明天我们对他的包炫队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作为一个专业的球手，不管对比赛有多大的把握，也不能在赛前有任何的松懈。更何况，这次是我们烈火队证明自己实力的好机会。今天李飞也来了，他是我们的评委。我知道，所以明天只要团体赛我们夺得冠军，我就可以实现我的梦想，超越他。你们先吃吧，我先回房间了。队长是不是太什么？我觉得队长太牛了，我们就是要超越李飞嘛。啊，你看现在我的独狼虽然不能说练到炉火纯青，但也算是神出鬼没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起哄了。拿了个人冠军也没见他高兴过，看来他太要强了。
对不起，虽然你把曼陀罗借给了我，可我在个人赛上还输给了姚杰。输？在比赛没有全部结束前，谈不上谁输谁赢。只要你能在团体赛中赢回他，也就能扳回平手了。这个，当然，现在也只能希望于此了。我知道，你没有十足的把握。这正是我今晚要和你见面的原因。哦，难道前辈有所指教？据我对姚杰的观察和研究，他个人技术虽然尚可，但心智还欠缺。也就是说，只要能乱其心，就能够攻其弱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。可我们招数训练已久，突然变阵的话，不一定稳妥。难道你认为稳妥就是制胜之道吗？现在请你用曼陀罗先出招吧。可你的伤？没事，出招吧。没想到你受了伤，招数还这么厉害。不是因为你主动弃权比赛，这次个人赛冠军非前辈莫属啊。就只当给姚杰捡个便宜罢了。但你用的也是曼陀罗，为什么还会攻势凌厉？虽然曼陀罗主要用于防守，注重先手后攻，但是我用了变招，改为后发制人，结果就完全不同。我明白了，前辈。好了，我相信你会拿到你的奖杯的。谢谢前辈，再见。慢，还有你的曼陀罗。姚杰，这次你从我手里夺走了一个个人赛冠军，算你走运。但团体赛的奖杯，恐怕你是永远也拿不到了。走。爸，看什么书呢？动静这么大。啊，是不是在看战争题材的书啊？没有，我在看《猪猪历险记》。哦，
是不是看到不被追赶的地方了？是是，很惊险的。爸，你预留作业我做完了，可以出去一下吗？嗯，去吧。太谢谢你老爸了。嗯。我是老爸，我用得着怕他？哎呀，就差一点就过关了。这一次我要不打通关，我就不姓林。爸，您今天看书这么累，咱们今天中午就吃带叉烧的拉面吧。我顺道给您打包回来。好啊，好啊，再见。老爸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是这样，老爸，《猪猪历险记》里根本就没有被追赶的情节。另外，您手里的那本游戏攻略大全还拿到了，因此，您今天面里的叉烧全部归我了。谢谢，再见。啊，哎，敢跟你老爸杀个回马枪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我那个老爸呀？天哪，面里边没有叉烧，那能叫叉烧面吗？走呀，无力回天了吧？耍赖。怎么样，赢了吧？该我玩了，谢谢哥哥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跟个无头苍蝇似的。这是悠悠球，我和他合资买的，谁赢骑谁就可以玩一天。悠悠球？我还以为是什么高手，原来只是一个会下棋的外星人罢了。什么？外星人？连悠悠球都不知道，能说你是地球人？你要不服，我再指教你几盘。你是不是敢跟我比悠悠球呢？比就比，还怕你不成？你说的哦，别后悔哦。不过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会给你一天的时间热身，我才不会以强欺弱呢。你人倒不大，口气还不小嘛。好，就这么定了，明天见。好了，等着就星哥哥明天赢了我，你再玩吧。我也要玩，我也要玩。别急别急啊，明天哥哥一定把你赢回来。可你根本就不会玩悠悠球嘛，多管闲事。不就是一个小小的悠悠球吗？告诉你，我一晚上就会。这有什么？你要买什么呀？快，给我悠悠球。哪个悠悠球啊？什么哪个悠悠球啊？别闹，不知道什么叫悠悠球啊？哦，原来是个菜鸟啊。悠悠球分很多种的，听我跟你说啊。好了好了，你说给我听，我也记不住。这么着，你给我来个最高级的。对不起，只剩下雷霆了。你呀，一年之内能把雷霆学好就不错了。什么？一年？开玩笑，我零量学东西从来不超过一晚上。给你钱，不用找了。哼，这个血笨蛋。闪电队的表演真是太精彩了。
分数出来了，7.6分。接下来有请上届东亚邀请赛亚军暴雪队。看来在剩下的决赛队伍里面，只有暴雪队可以真正与我们匹敌。哎，请你不要人小就胆小如鼠嘛，他们的队长都在个人赛输了，我看没什么了不起的。闭嘴，什么胆小如鼠，我的胆子可比老鼠胆子大多了。好好好，哎，我看呢，你的胆子也就比老鼠大那么一点。去。团体赛除了技术难度，还要讲求队员间的协调合作，个人的输赢根本不能做准，你们可千万不要轻敌呀。暴炫队的表演正式开始。山本，这出好戏就看你的了。我们在阳光灿烂一天出发，心中许下的承诺，大家一生也信守，蓝天之下的约定。天大地大，各不同的路，你和我要踏上成长的旅途。漫长路上感到孤独迷惑，请你相信我，抬头看看天空，深深呼吸，怀抱着信念。白的云，蓝的天，风雨过后会重现，不管分开多远，共鸣心声在耳边。白的云，蓝的天，梦想终于会实现，在同一天空下纵横地平线，并肩向前。